看到你现在拍了很多戏呀、啊、有一些成绩了呀，妈妈是不是特别骄傲，会经常在街坊啊，在朋友啊，在亲戚面前表扬你？可没有，没有，从来没有。我妈从来不会在外面表扬我，我妈也没觉得这有什么。对，然后我们家一家人也不是那种特别爱炫耀的那种。我好像看你现在其实还跟父母住在一块儿。对对对，还住在你们就是那个以前住的地方，以前的那个住的地方。没有，我还是特别喜欢住在原来那个地方。我觉得我人比较念旧，对，然后我觉得这个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然后自己生活在那个地方，我觉得气场很合适，住这儿确实住得挺舒服的，而且方便。然后有一些朋友，父母的一些朋友也都在那周围，然后我的家里的一些亲戚也都在那周围，所以我也不想离那儿太远。我自己认识的老北京就特像张一山，就是跟家待着，是真的是这样的，就很多人是这样的。就算你做出点事儿吧，他们的那个事业心也不会比外地人更强啊，就他们的优越感可能更强一些，然后和满足感更强一些啊。一山就特别可爱，我什么都不爱，我就爱待家里，跟家待着，然后就特别的叫什么居家啊。我说那你打游戏不打？你看电影不看？你干嘛那种不干？就喜欢窝家里。我说那你出去旅游啊？旅游也齁累的，特别逗，反正他那个劲儿特别好。